带着他们的可爱啊，还有元气以及美丽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了。哦，大家好，好，来我们请两位先跟大家分别各自打声招呼，好不好？我是周小凡，谢谢大家今天来这个全国 BB 的现场。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文宇。哇，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来到我们的活动哈。好，来，两位可以先稍坐，没关系，没关系，好不好？来来来，好。好，那当然呢，其实呢，今天来到活动现场的话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都是很粉嫩的，会让女生就会觉得玩男，每个地方都想要拍一张，拍一张，拿起来拍照打卡。是，随时随地内心都充满了粉红色的爱心，有没有？而且刚刚有说到说，其实我们朱克拉 BB 的话呢，常常办非常多的活动，之前有寓意啊，今天又变高校生。随时随地都可以 cosplay 耶，好棒哦！好想穿制服，好想穿制服，是不是？来，我其实后面准备了两套水手服，等下事后让两位换上，好不好？好好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其实我们刚好说到水手服制服，今天其实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如果大家是穿制服来到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免费兑换一瓶很好喝的蜂王饮。两位有喝了吗？有没有觉得口感跟一般的美容饮有什么不一样？有，我每天早上出门前都会喝。哦，是空腹喝吗？我自己是空腹喝。是，对于它一盒就里面就是有六瓶嘛。对，就一盒一盒把它塞在我的冰箱里面，然后出门前就是不管开车啊，或者到工作现场就赶快喝一瓶，然后对。对，而且蜂王乳对女生真的是超级好的东西。而且蜂王乳其实对，就是印象中的蜂王乳其实是女生是不能接受的味道，可是这完全不一样。对，它有一些蜂王乳会有点腥味，对对对。女生最怕的味道，可是这蜂王乳它是有那种酸甜、酸酸甜甜的。对，而且就让它喝起来的口感不会太甜，是吧？而且有一些啊，美容饮来讲的话呢，它有酸甜的感觉的时候，它的热量会很高。对，你们有没有检查过我们的这个蜂王饮的话，它的热量是多少？女生一定要检查这种东西。对对对，不能因为太好喝就多喝了好几瓶，它一瓶还十卡不到而已。它一瓶只有9.6卡，所以就算你觉得好好喝，不小心多喝了几瓶也没有关系，好不好？一次喝完一盒也没关系。非常羞耻。好，那其实两位的话呢，平常都是常常在赶通告啊，非常的忙碌。其实有时候呢，在很忙碌的时候，身体一定是处于就是疲惫的状况。但是如果疲惫，你要面对镜头啊，又要面对粉丝的话呢，其实真的是不 OK。那怎么样可以让自己随时随地是保持精神、保持精力、快速保养的？有没有秘诀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实我觉得，因为平常因为我像我自己除了工作之外，因为我还有个小孩。所以我的带小孩非常辛苦，等于说我今天是24小时都在工作，然后你就会很怕自己，就哪一天就变成黄脸婆，你知道？因为你只要一累，你就会很容易给人家看到那种疲态，对，就是没有气色。所以我觉得就是保养很重要。那像我自己就是除了就是会有时候偶尔会去按摩，可是真的没有时间的时候，你就只能靠一些吃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从内而外是最棒的。没错，所以像我，我每天一定会吃那个秋涛 PP Plus。对对，然后它会让我就是迅速补充我身体的 B 群。那因为 B 群这个东西，就是妈对女生的印象 ，B 群都会有一种就是也是有种味道，对不对？没错没错，就是有一种药味，而且不觉得女生戴着就感觉很不时尚。是，就是我觉得天然 BB 的那个 Plus 就觉得很方便，它小小一颗的，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药味，然后就随时都可以补充，然后就觉得精神变得很好。而且它小小一颗的话，基本上一整天你需要的一些 B 群所有的元素它都有了。它甚至是连包装的盒子都非常的可爱，对，有没有觉得很好期待哦？对，好。那除了精力之外啊，其实我觉得女生还非常注重的部分就是皮肤。两位皮肤都非常棒，可是我知道有时候你们会需要出外景啊，晒太阳，甚至是今天你看光是上面有没有，就是直接太阳就是照射，紫外线就下来了。所以呢，如果一般来讲，你们是怎么样随时随地可以让皮肤就是保持亮丽，然后不要长斑，有没有什么秘诀？其实最基本当然还是防晒，防晒一定要撑伞啊，就是你真的不要让自己长时间的曝晒在太阳。对。对，那我自己刚真的很对啊，那当时都拍戏出外景什么，你当然躲都躲不掉，不可能一直撑伞。是，那怎么办？其实这我们两个讨论过，我们两个真的都会吃，就是 Lucency。哦，两位都有吃 Lucency 是不是？是从体内开始。
始让我们皮肤自动亮白起来，对不对？我已经吃三瓶了。Oh my god！ 好，所以真的是我们忠实的这个爱用者。对，洛神其实真的吃了三瓶。好，所以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皮肤的保养真的是由内而外都要，好不好？其实除了一般的预防之外，其实最重要的是皮肤那个透亮感啊，真的是你要透过呢吃洛神我们的产品来讲的话，才可以自体的就是把这个皮肤打亮起来，对不对？好，那其实说到洛神啊。两位啊，你都知道我们中华 BB 是从日本来的品牌，对不对？好，那日本来的品牌的话，两位有去过日本吗？那有的来呀，女生就爱去日本了。去日本的话，女生一定要就是去逛一下药妆店跟美妆店，对不对？两位去美妆店的时候，大概都会购买什么样子的东西？药妆店哇，买的可多了，真的，就是一篮可能满满的，感觉进去就是一整天不出来了。去药妆店就是外部保养的，一定会啊，面膜啊，足底贴啊，是。然后当然也会一些就是吃的，就像是就像皮皮在那边就有非常非常多，你看过去各式各样的产品都有。没错，而且我必须要说，有时候去那边，我发觉它就会被扫购。对，因为刚刚两位有提到说，我们中华 BB 的那个 Lucency 啊，其实在台湾是没有在卖的。对啊，包括靠代购。对，代购之外，就是不然就是去日本的时候，自己就要多买几罐少用。而且有时候朋友还说，哎，那你可以顺便帮我买一下。有时候也买不太到，因为这些太红了，就很多人都会代购去买，然后就会被扫购。真的是非常感谢呢，两位这么爱用我们的 Chopa BB 的，不管是从我们的 Plus 啊，到我们的 Lucency 啊，甚至是那个蜂王饮的部分，好不好？好，那当然呢，接下来的话呢，其实呢，今天我们的这么高效都有贩售部，对不对？贩售部那边其实有一个福袋的部分哦。我们刚刚呢，其实大家那个把福袋带走是非常踊跃，然后呢，等一下福袋的部分呢，有购买福袋的朋友就可以跟我们的两位我们的美丽嘉宾，好不好？一起来做合照，好吗？所以呢，接下来我要先呼吁一下，那个有购买福袋的朋友，可能要先到面对舞台的右手边，先来做集合。哦，我们等一下会一一的上台，跟我们的两位美丽嘉宾呢来做合照。然后呢，合照的时候请记得，我们另外那边有一个拍贴机，那不算拍贴机，那是我们的这个照片出来。是，如果等一下合照之后啊，或者是在现场任何其他可爱的这个布景啊，拍完照之后上传到 IG， 然后呢 hashtag 呢我们这个 Chola BB Plus 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现场把这个照片印出来，有啊，很可爱，很多人镜头印。而且我发觉同一个人可能有好几张，有没有？好几十张在不同的地方照的，然后今天现场就把它印出来，集结成相簿画册，好不好？带走这样子。好，来，那我们呢，是不是就先帮我们两位的美丽嘉宾来先稍微收一下我们的麦克风跟椅子，好吗？来，一。好的，不知道为什么感